过山路也是这种在山壁间然后一小条路这样子而已。搭缆车上来到现在大概走了两个小时，当然一路都是从上面一直走下来，我们达到缆车最高点在1800多公尺，现在大概1500吧左右。我们现在要走回去缆车中间站，微微上坡，肚子很饿。好可爱哦！他们都排队走，哎，怎么那么可爱？